怎么评价 Make 被喷吗？其实已经评价过了，以前我的评价就是这个对这个的评价，经常在评价呀。那你别说那局里面王者、峡谷王者、峡谷宗师的教 Make 玩游戏了，弹幕里面都叫我玩游戏呢，那不都是这样的吗？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呀。这上路那波让我闪现躲武器意义都来了，什么成分呀？这是闪现躲武器意义，我有橘子的情况下，我要闪现躲武器意义就能赢了。那我闪现躲武器意义，我闪走那武器直接溜了呀。我这么大优势，我要白亏一个闪吗？状态真差。不知道是什么成分呀，这都。弹幕不可能等于文神，弹幕应该是连文神都不如。某些弹幕，自己对号入座就好了，我没指名道姓。文神确实是人格有缺陷，但是你不能说他一无是处，知道吗？他确实是人格有缺陷。但是他至少在某些方面他是有长处的。我上什么热搜？给你懂完了，知道热搜两个字就乱用。我说的有什么毛病？确实啊，人家 Mako 是英雄联盟顶尖的呀，顶尖中的顶尖，拿过世界冠军、大满贯，怎么可能有人能这样评价人家呀？说实话，就是你峡谷之间你在玩的，你只是一个这个游戏的比较前列的一些玩家而已。但人家是在比赛里面都拿到过世界第一的呀，人家都不是跟你在一个级别啊，怎么能评价人家呢？给那些人洗的更是可笑，失误一次你就能评价人家。这游戏太容易失误了，怎么可能失误一次就要开始了？世界冠军是会犯错呀，那犯错了怎么了？犯错了你就要喷人家吗？那我希望你说这种话的人，你在生活里面犯一点错，直接人家就给你打死，好吧？谁不犯错呀？犯了错就要被喷吗？一把游戏而已。为什么就人家失误闪现没 A 出来就要喷人家？那太夸张了。我们并非无可救药，而是要掌握卡啥存在？现在，又是这个字。有时候，命运需要小小的推手。说实话，支持那些什么，但是他失误了就得喷的人，那一定是人格有缺陷，我只能说。这么多血你就喝药是吧？我操！这个，总要有人去拯救世界，知道吧？
人均这种输出吗？没有其他的。这么远。有些事就是让我们亲手去做。这蜘蛛我操，一秒大乱斗了，打大乱斗了，打两把大乱斗了，睡觉了。